RCEP 啊，通过采用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，深化了域内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合作，利用新技术推动海关便利化，促进了新型跨境物流的发展。采用负面清单来做投资方面的承诺，提升了投资政策的透明度。这些啊，都将使区域内已有的这些自贸的规则得到优化，得到整合，得到提升。